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Emily，哎，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了。现在歌曲我还是会在做，照样分享，把好歌会分享给大家。然后大家喜欢看小说故事呢，还是感人的故事呢？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，知道看需要看小说还是要看感人的故事，然后大家是要看日默的，还是要看，有声音的？不过我的声音不是很好听啦。如果大家想看声音的话，我会尽量去把故事跟他讲出来啦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大家留言给我知道了。最近我是在比较少上歌曲，那是因为我在玩一个 apps 啊，在微信那边玩啦。发泄一下是很好玩哦，大家不妨也可以过去玩玩一下，喜欢吗？喜欢大家多多支持啦，好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下一回我会再介绍一首好歌给大家分享啦，谢谢，感恩，再见。